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俄罗斯和乌克兰干起来了，然后全球的油价涨了，现在这个87号竟然4.99块，没有3块多了。加州的油价确实太贵了，现在而且排队的是排起了长龙啊，加油啊，为了加油我们是长龙，比较长，全部都是加油的，所以是比较严重的。好，可以了，加好了，加了42块，太贵了，油价太贵了。好，把这枪收好，最后加的是42块5毛2。好，拿着收据走吧，走了，闪了，拜拜。